Thank you.
到十五街，到密深街跟十五街这边就结束了。他的回到什么地方呢？他们是也看到了这边大家这个聚会的这个概况。这边就开始休整了，这边就结束了，这边。就结束了吧，这边。结束了，这边。这是终点，这是。结束了，不错，这边过来了，挺好，原路返回，往这走，感受一下。原路返回，感受一下它这个氛围。很热闹，不错。
热了，都热了。哎，花招鞋这边。挺热闹，挺热闹。啊，盛况空前。拉丁人的这个服装，穿这个面具这种的，各种小怪物。2019墨西哥，各种怪物。各种怪物，用这个羚羊头什么的，牛头做的。哎呦，好吓人！
到这个大喇叭震荡。哦、，sorry， 从这儿走。这边还保持交通畅通，还可以过，对吧？还行。然后警察在那拦着人，不让人过马路。现在可以了，绿灯了，绿灯也不让过。完全不按交通灯来了。过吗？这个可以过了吧？还让他过，还是不让行人过？这就不考虑红绿灯了。那可以过了，人挺多，这边阴凉，从阴凉地方走。哦，还是挺热闹。